主持人人当时长，各位先生、各位来律师先生，首先我是要借这个机会，啊，甲蔡同明律师，啊，表示我最大的建议。我认为讲，咱台湾会当制定公民投票法，会当举办全国性的全民投票，最有贡献的两人，一位就是蔡律师，另外一位就是淡水民总统。可能大家拢甲当作拢袂记得啊。蔡律师一生呢，啊，拍拼咧推动这个公投，啊，费尽心力，我嘛是大家拢去了解。1919去抗美，转来时啊，无偌久就组成这个啊，这个公民投票啊，组织会，吼啊，四界去演讲，啊，去办活动。啊，来宣扬这个公道的理念，啊，来鼓吹这个公道，啊，所以按样开始，会当讲咱台湾人呢，啊，才慢慢了解公道的意义，公道的重要性。连政控三年年底，啊，咱公道法通过，啊，陈总统呢签署去公布，一签署了，迄支笔，当时就上哦，差不多。这个表示讲，啊，陈总统对蔡博士伊这个公道的这个贡献，这是最大的肯定。啊，我想要讲，陈总统呢，原来是一个关键的人物，那是因为呢，2003年6月27日的时候，伊做一个石破天惊的这个决定，就是迄年6月27日呢，咱举办全国这个会议，加盟会议。哦，陈总统在开幕致辞的时阵，伊对我宣誓，讲咱彭万在2004年3月20日总统选举的时阵，啊，是讲之前嘛在哈，有咱在举办历史的这公投，啊，佮其他重大议题公投，哦，这就是发挥呢，或者真关键的一个决定。当然，陈总统对公投一向是非常的重视。啊，伊在做台北市市长的时阵，啊，伊就捌举办这个历史的这个公投。啊，是啊。啊，这陈总统在6月27日，做这个决定了，当然负责这个推动的这责任、规划责任都落在行政院的啊领管。伊当阵已经是。有习惯，啊，习惯，啊，几个工作拢交代我，讲啊，这里要负责哦，啊，比我任务，讲实在，迄阵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，头壳懵烧，啊，你又无法律啊，要哪办？啊，你又无钱，要哪办？啊，你又无人，要哪办？所以迄阵就好，我们来推动这个咨询性公投啦，啊，咨询性公投，所以迄阵就啊，就组成这个公投委员会，啊，我个人做委员，啊，决定讲。其实你也办历史，伊人去当阵的气氛吼，伊也总统选举的时阵，迄是诶负面的，迄是加分的呢。所以咱讲办一个以外，伊总统讲过嘛，无办袂使呢。另外咧办遐呢，迄个国会讲话，啊，加入即个世界卫生组织，哦，啊，来这种者，啊是一开始哇，反对党，就甲你骂，甲你批评啊，你这无法根据，即个违法违宪，哦，你也敢办呢？到时吼，你袂使动用这个行政院第二个文件，你若动用，我到时要来查获财产，对吧？你行政院就要有关的人，哦。甚至呢，迄地方政府，哦，哪样的这个行政首长，伊嘛咧放话啊。到时你要需要人，我人包你。啊，咱本身伊拢在地方做动员的哦，哦，麻烦有所包你。但是迄人就平静地讲，我决心要办，绝对无退路，所以一直往前冲就对了。啊，加上这吼、哦、社会吼、哦、啊，咱蔡博士向就开始哦，做认真嘞，把一股爆出，吼、哦，所以迄人就去看起，哇，要战胜这公道人愈来愈侪，可怜嘞，迄哪样发现讲，哇，你袂使，只要继续反对吼，诶、哦，两军共事，诶，总统选举也不利哦，所以伊唔再退就好，哎、啊，我总同意这点。所以这是一个转机啊！
但是咱嘛了解，你也无可能要正工要甲你制定，对毋对？但伊就利用迄个机会，好制定，好通过目睭。但是即个法律，我就可以安尼，哦，做足侪限制，嗯，哦，足侪束缚的，哦，迄个门槛啊，开放门门槛摆足足悬的，吼，你又办袂成。可是有影，你若照迄样去通过啊，你无可能办啊。哦，你讲连续吼，甲规个完成差不多六个月啦，六个月才有可能。啊，那时间那有可能，无可能嘛。哦，啊，伊过来用一个那个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，啊，演讲到演讲到的，都无可能办嘛。那会知迄个张丹阳陈总统讲，是讲我十七条，咱用这个办。啊，后来办这个强化这个国防公投，甲两岸对等谈判的公投，就是用这条。那时哦，哪样反对党想袂办？迄、那个条款，他们讲，迄是咱民进党提出来。在迄当中，哪样会看？这是诶、欸，这是台独公投呢？哪有可能会存在？一定是要甲争夺的嘛。但是咱在迄当中，一个哈无党籍的啊女性的，但是单的一位，听我去见建议讲较好的，将陈水扁一军，伊敢敢办台独公投？绝对唔敢的嘛！哦，到时唔知要哪落台，啊，安怎下台？对，来处理一下。啊，那请陈总统啊，毛主席转啊，办你两公投。所以这是我那是真趣味的一件代志啦。当然，你办公投这过程内面，将你来讲啊，这两个案件袂使，无符合法律的规定。啊，后来过来讲啊，总统台上袂使做代班。啊，后来讲哈，你这个单位袂使共个投票所。啊，顶顶的这个吼，啊，咱来反对啦。但咱当然，咱是一呢，啊，甲破解，啊，后来啊，像总理上这个板型虽然未通过啦，但是板型这个是真大这个成就。但总统呢，啊，后来伊回顾起伊过去八年的这之前，伊通过的这啊这成就之一。都是完成啊，全国性的全民公投，哦，迄个公民投票，哦，所以伊到即马为止，伊感觉这是可以通过的成就，啊，你感觉这重要性大，啊，当然，迄阵阵的这个规个过程，啊，因为我这个文章内面哈，我有相当详细的这个交代，因为差不多迄阵阵我规个拢全部啦，哈，所以主要讲这个，啊，我白占用特别很长的时间。啊，大家阵啊有兴趣吼，回头再看看，参考一下迄个啊文章内底所写。而且我要补充一点来讲，迄当阵呢，民进党要提出啊公民投票法的这草案的时阵，啊，我是代表县政府啊，带着内政部的官员，啊，甲民进党的政策会，啊，甲这个立法院的党团，大家做阵啊来参详啊讨论。当然，过程当中有真大个争论啦，包括我甲蔡博士吼，咱小两几遍，知影哈？伊拢迄个人一个同大个争论先啦。吼，伊强烈主张啦，讲个即个有关主权、有关即个尤其啊，即个国家认同即个物件，一定要放个公道里。我讲即个袂使啦，吼。啊，大家唔得误会哦，我无反对。关于公投，唔是讲唔是这意思，所以讲在法律上，也是讲在政府的立场，即个包括制宪，我嘛赞成公投，制宪公投，制宪也是国家定义即个物件，这是体制外的公投，哦，这无需要放在即个公投法里面，公投法是一般时间的一个法制，哦，啊，即个体制外的公投无应该放在里面，而且嘛无受到即个公投法的规范啊。比如他咪讲啦，像张尔张亚平个政敌一条，伊要这个支持，伊就使办种公投嘛，哦，所以这无适合放喺内面啦。啊，我也种真感心嘛，就讲伊差不多是向最后伊也当留步啦，啊，当留步。哦，但我想在伊这留步是绝不得意的啦，但是这是共治时间嘛，大家因为要杀一个法案出去吼。所以，当下一种事业，大家拢无管你，包括我嘛无管你，啊！但是最后是大家，啊，每一种会当接受的，啊！
所以呢，我想起上一段，我讲实在，即卖嘛，真怀念，真怀念。而且我要即卖讲一个真趣味的代志，就讲一般国家啊，即种叫通无爱制定的两种法律，一种是政府咨询的迄个公开法，一种是公民投票法。是啊，咱无爱即个制定即个政府咨询公开法，因为呢，我政府要做啥物代志，我黑箱作业同好啊，我是安怎个甲恁讲？要表里宁可死而知不可死之心啊，所以绝对无爱这种法律的。你看公民党个话，嘛无啊，真个，政治我家己决定了，我想啊了，我受到这个民众的这束缚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偏偏民进党政府就是拍拼去杀进这两个法律，啊，这反对党个拍拼党，所以我们就感觉讲啊，吵不吵也不一样，哈，要做点注意啦。但是也反映出讲，民进党政府确实迄当阵呢，啊，是有力量的，啊，相对对方有力量。咱是要对有民主，对方是反对这个民主，当然民主。另外呢，因反对民主吼，这都反映到一个所在。你讲你哪也好，哪样也好，每边人咱在推动民主，伊讲讲讲讲民粹，所以咱讲要当中结算的是，伊讲这是民粹。啊，咱在推动这公道，讲伊这讲民粹，民粹的意思讲啊。这政治理论啦，吼，啊，讲这民众、民众爱使零零碎啊，你讲、你讲、你讲、讲零零，其咱转来看，这个民粹的是，像咱讲的，你来看，两千公司是讲公道的时候，因叫选民讲，你唔当去领票，你唔当去投票，对吧？甚至搁较恶一点，就讲两千零八年的时候，应该提出讲那些反贪腐公投啦，吼，啊，提出讲那反民公投啦，哎，搁去提案咯。啊，种哎，甲骨一个说明讲，哎，大家莫去投票哦。啊，世间哪有这番形啊？所以这就是百分之百的这个民粹，100%民粹。哦，当然我是认为讲公道，哈、哦，主要是有两个，一个作用，一个讲深化这个民主，哦，一个对台湾来讲，哦，这是政府非常重要，就是咧强化台湾人对国家的认同，哦。前面民主这部分，咱来了解讲啊，1992年开始哈、啊，中央民意代表啊开始全面改选啊，啊咱这个国会的民主化，啊这是初步。1996年啊，总统直选个进一步，啊民主化深入行政部门，啊2003年、2004年这个公投呢，会使直接引进这直接民主的这个机制，这当深化民主。啊！但是真可惜，因为一套这个公道法，叫讲这是叫人啊的公道法啊，所以深化民主这部分，他们讲以后的功能，无甚至有做副作用啊，变成这个反公投、反民意啊，这个，所以这非改不可。但是强化国家认同这部分，我感觉贡献真大。这为什么？啊，为什么？你来哪呀？为什么马英九伊来反对公投？伊就惊你台湾的国家认同愈来愈强。现在2004年的时，中国也甲咱打。现在2004年的时，啊，美国也遐尼关切，伊就叫我把你留下，把你惊向这个台湾国家打。啊，所以我认为讲，这个对强化这个。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啊，这个公道也着有真大个贡献。最后，我阁想要补充一点，就是讲最近呢，这个苏贞昌啊，甲马英九啊会面啊，苏贞昌要求讲啊，恁恁公道要修正啊，迄通过迄投票率50%应该取消。马英九也讲啊，这是恁上头定的啊，我现在变咩人生，我怎啊要甲取消？伊讲这个笑话，我是足怀疑。吼、哦，伊是啥物法律嘞？哎呀，读书是哪体？咱查诶，法律吼定了后，吼、哦、有需要时阵咧修改啊。比如这个时阵考虑要无周全啊，哎呀，啊事后吼政治社会环境改变，咱你唔得修改，对唔？你来使讲未使改？啊，其实迄当阵2003年制定这法律哩，咱也不需要讲哦，50%上悬嘞。因为咱一般来讲，你总统选举的时阵来办，
啊，总统大选迄个投票差不多80%嘛，啊，那也不能没过，啊，那也知我应该你该闭嘴了，叫大家恁卖唔好。所以后来咱查这个问题了后，吼，查这个问题了后，那其实2005年，2005年的时阵呢，就提出修正案，把这个提案呢降低10%了，按1000分之5降为1000分之5。人数按5%降为2%，哦，啊，这个投票率的这门外那个门槛的那个提调，啊，咱不过是要求讲，你若通过时，那个同意票吼，只要占嘿有投票权的人的20%以上吧，啊，这全部都合理，但是伊就把你过啊，把你心理啊，哦，那后来咱佫提出2005年佫提出一遍，2008年佫提出修改掉，伊就摆上面。哦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是讲，哎，那个江宜桦，哦，那个如果蛮怀疑，以前是读政治学的，以前那会当做政治教授，会当做林政治教授，啊，伊讲哇，这个呢，你看那啥，那个促销，啊，你促销的，到时三个人去投票，两个人赞成，啊，就赞成吗？哦，形同儿戏。我讲你讲这个话才形同儿戏，对不对？讲到完，那可能三个人去搞去投。那是供销会，对不对？你像咱们讲，全世界无设这个投票率的门槛的国家有够侪啊！包括你法国2000年的时阵，伊举办修宪国公投，哦，把总统的任期7年改做5年，通过阵型的规模700几万，700几万的意思咯，伊上面有4000几万，你要18%的人赞成民意，但是伊咪通过。啊，所以化工实验是形同儿戏。啊，所以等咱们安尼了解，讲以前是稍微难讲吼。最后咧强调讲，确实影这公道法是两难讲无法啦，吼、哦，咱需要来修正。啊，这个修正肯定是无可能。当年咱有办来甲制定，起码咱无可能甲修正。啊，当然这是大家来拍拼，大家共同努力，啊，派一些啊，去消费来捐钱，谢谢。真感谢柯教授吼，伊做尊敬委员，也伫负责即个公民投票法的准备、制定种种的即个过程啊，互咱知影有一个真个即个了解吼，我看是真好个即个补充安尼。啊，真，咱着请季教授。